好啦，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嘅馬咧就雷公作啦，王者勝利啦，咁啊再見到搶上去嘅馬，咁啊仲有呢只咧就係電換王者啦，中間盛大光輝滿貫紅啦，最出嗰只咁啊黃衫咧，依家慢慢扭入去就平海飛星啦，內欄位置咁啊綠色衫，咁啊有綠色袖嗰只咧就喜歡笑啦，再下一層人民武士啊，咁啊大約響個尾六紅衫，內欄就行進寶區，出邊就係幸運時代啊，咁啊中間夾住咧，咁啊仲有黃衫紅帽粵語啊，咁啊前段唔使包尾先，依家大約尾四。到啦，最後邊嗰三隻正時機威利熱流包咗落尾嘅馬，暫時嗰只威進區嚟噶。開始跑對面直路嘅中段啦，前面放頭嘅馬係雷公作啊，跟住第二位係電換王者，盛大光輝第三，內欄第四咧，咁啊仲見到個馬匹有王者勝利啊。喺外邊第五咧就滿貫紅啦，最出平海飛星嘅黃衫依家走上去啦，再下一層嘅馬內欄咧就喜歡笑啦，外邊冚幸運時代，咁啊再下一層人民武士出邊，咁啊就係呢只粵語啦，咁啊再後多少咧？內欄位置仲有行進寶區，後啲嘅馬威利熱流正時機包尾內欄藍衫就威。進區啊，好啦，入直路咁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就雷公作，咁啊見到咧中檔位置王者勝利開始立上嚟啦，響外邊位置仲有電換王者，最出嗰邊冚嘅馬咧有平海飛星啦，滿貫紅啦，咁啊再後多少咧就威利熱流嗰啲馬，最出嗰邊粵語依家上緊嚟，兜到嚟最後百零米，透出嘅馬咧就王者勝利啊，中間平海飛星上緊，出邊係滿貫紅，但係我都上緊嚟就係呢只粵語接近終點，王者勝利贏，跑第二名平海。飞星第三名，外边冚上嚟就系嗰只粤语，第四名系满贯红啊！咁啊，结果就休息一大轮，咁啊呢只王者胜利啊！咁啊两个大闸出翻嚟跑，咁啊结果就离地性能强啲，咁啊赢咗呢组赛事啦，跑第二名平海飞星啊！咁啊第三名嘅马咧，好似他着啊，啲马都追得好劲啊！粤语满贯红跑第四。